谢谢。早啊。早。早。你要喝醒酒汤吗？啊，醒酒。既然你会做的话，能不能教我一下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啊？可能昨天都喝多了吧。你昨天几点睡的？凌晨三点。那么晚？嗯。你不困啊？本来是不困的，但看到你现在有点困。你胡说八道说什么呢？对女朋友说些乱七八糟的才正常吗？哎，哎哎，为什么呀？好了好了，过来，我教你。你教我呀？来，你看啊，看好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叫蒋老师，我去教你。蒋老师，能不能诚恳一点吧？蒋老师，来，拿着。嗯，拿着，然后呢？这样，怎么做？把这个放在手心。啊，来了。这样吗？你们两个干嘛呢？我们，所以竹蜻蜓的起飞原理是靠桨叶在空中旋转，将转动力转化为推进力，是吧？这个其实啊，它是依靠这个。你们两个玩个破竹蜻蜓都能讨论物理啊？别以为这样期中考试就能考第一了，我也要加入讨论。啊！你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个弟弟啊！大家应该都起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那好吧。我回去给你做早饭。嗨。